同时大量大陆人迁徙而至，引入不同的生活模式和艺术的文化，亦都将多元化的内地音乐色彩带到香港，与音乐艺术互相影响，又各自得到发展的空间，一时间百花齐放，不单止形成了香港人生活和娱乐的一部分，而且陆续形成了五六十年代本港音乐文化的特色和潮流。各位来宾，今晚我们会带大家穿梭时空，一起欣赏当时各类别的经典金曲，回味当时香港人的生活点滴。今晚经典情怀金曲营，就由当时的金童子陈浩德带出一首电视剧集的金曲《楚留香》。到此心中，